国际赛处会三杠杠地湾区的总监林江河甲李伟丹田辉以及市员陈义丁共同将大张的支票来交福建华山基金会，又感到照顾局协助其中这些社团，因为这波疫情关系无看来减少，所以讲才有今仔日这场的关节。接过着其中者甲这个月华山甲林安基金会受了疫情冲击是未少。国际赛处会来本着参与着社会公益，将之发起着捐款活动。李伟丹田辉甲市员陈义丁马小天来参与，希望我们社会各界人士，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力量的话，真正有很多社团他们都点点在做，也因为靠着我们各界的爱心，他们才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照顾一些真真正正在我们社会边缘人而且需要照顾的人。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一起疫情当中，但是我们的爱心还是不间断。而这回赛主会将原本要出国进行城市交流的医生甲省内来分配捐赠，给华山甲临安两个单位，希望透过抛砖引玉，让更多人做为关心着这照顾弱势的社团度过着疫情难关。这一笔善款是来自于因为今年受到那个 COVID-19 的影响无法前往那个韩国姐妹区来做互访。那把这笔经费，那移作三基金会这个作为那个社会服务的一个捐款。国际狮子会长久以来就是有需要的地方，就有私有的服务，这是我们狮子会的一个宗旨。你上午除了是捐款送去到华山基金会之外，一家人嘛，过来送上着这捐款到临安基金会加油中心，希望给因淡薄啊鼓励甲温暖，给因业务会当顺利推动。南天新闻台以下带来采访报道。